所以啊，我们今天说，当然啊，如果我们的内心是感觉到快乐，所以你写出来的音符音乐也是快乐。那么接下来这首曲子呢，是一首非常快乐的曲子啊。很多人都知道我的名字叫菲欧娜·乔伊·霍金斯，但是呢，不久前我刚离过婚，所以现在我已经去掉了我丈夫的姓，前夫的姓，所以现在的名字叫菲欧娜·乔伊。毕竟接下来这首曲子呢，就是献给我的前夫的，就是我曾经写来纪念我曾经的美好，请大家欣赏，名字叫《曾经》。生活在一个小城镇。